什么担心，他的那个整个旅程现在和平时的那个巴士是蛮类似的，没有什么大差异。现在还是在走一个 trial 的那个行程嘛，所以觉得应该如果那些安全措施应该是做得很足的，所以也不会怎么样担心。无人驾驶巴士这个技术其实是非常新的技术，也非常有创意，在行业里面非常兴奋的一个发展。但是要过了几年呢，才能够实现说在社区里啊，或者在新镇里面会有这样无人驾驶巴士的这个服务，我看还要一段时间。有的人说最少10年，有的人说最少5年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开始先做就学得比较快啊。第二就是，虽然即使这个技术成熟了过后，我觉得没有办法完全取代人力。好像跟刚才跟吴先生吴车长谈话的时候，就发现到他说，其实这个人力还是需要的。但是我例如说驾到一半前面有车祸需要改道，这个电脑它不会的，坐着阿公阿嬷上车需要帮忙，这个电脑也是不会做的，所以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还需要这个人呢去干涉去解决问题。最后一点就是，这个技术如果能够成熟的话，将大量的减少我们对车长而且对外籍车长的需求。大家都知道我们需要的还是很多车长，一至两个我们所有的巴士公司如火如荼的在招聘，但是总是聘请的不够。如果有这样一个无人驾驶巴士呢，会减低我们的需求量，这样供应跟需求会比较配合。的确刚刚开始我们真的晚上会做噩梦，但是现在已经熟悉了啊，这辆车就好像说我们的 baby 了，已经是习惯了，所以它有时要出现状况我们大体上就知道了啊，因为可能它有什么变动啊，你就知道了，你就要准备了啊，一有变动你要马上给我了。